然后是东南亚，又列举了这款 LitMatch 是上海 Construct 这家公司。我记得在这个最近刚 Data AI 刚发布的非油，收入30，好像这个 Construct 这家公司也是进入了前30的，说明这款产品，在全球的累计下载量是超过了1亿啊，9月份的下载量是200万，全球下载。对，然后这款产品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主打灵魂社交啊，不看脸啊，也是迎合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口味儿，因为现在确实有一些年轻人会追求虚拟形象的一种形式，去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个朋友，减少了颜值对于社交匹配的一个干扰影响，在运营特点方面呢，这款 app 会主打 Z 时代的这个社交元宇宙，深耕年轻群体市场，它的一个广告投放量其实不算特别突出，但是因为产品确实很有差异性，很具这个特点，所以它的一个 LTV 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里也列举了一些它的免费榜在东南亚在亚洲方面越南、马来、泰国、菲律宾、老挝、印尼成绩都是非常好的。在畅销榜方面排到了这个孟加拉国的社交畅销第二名，马来第三名，越南也是第二名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